军哥，拿着枪。 25岁的韩国模特刘承玉拥有34D的魔鬼好身材，脸蛋又甜美俏丽，带点清纯的性感是他在演艺圈的最大利器。刘承玉就是靠着在综艺节目上穿着紧身运动服，交手健身秘诀，所展露出的23寸小蛮腰，完美曲线让他声名大噪，但也因此饱受流言之苦。有网友信誓旦旦宣称，在刘承玉上节目的片段中，从他的腋下发现不寻。 寻常的疤痕，怀疑他的巨乳根本就是靠整形来的，气得刘承玉使出绝招，竟然跑去医院做 X光检查，还秀出检验结果和照片，证明自己胸前绝对没造假，巨乳完全真材实料。所以说，想要拥有丰胸细腰的好身材，还是得靠认真运动啦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整理报道。